六福喜事温馨提示，在怀孕的时候呢，我认为有很多的要注意，就是在饮食上不能多吃阴凉的东西，要吃热的，而且尽量不要去多吃那些比较刺激的。然后运动方面呢，也不要做大运动量的运动，就是慢步走啊，很轻松，心情很重要，心态更重要。六福喜事提醒你，如果你想生男孩或者生女孩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饮食上，在作息上，去按照规律去调整一下。在饮食上的理解是什么呢？酸儿辣女，因为北方都很讲究，就是如果你多吃酸的，那一定是男孩；那多吃辣的，那一定是女孩。所以不妨大家试试看。我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六福喜事，关注六福喜事，能够喜欢六福喜事。谢谢大家。